二郎，你们好久见面了，我是鲤鱼。哎，要不要进我的鲤鱼？哇，太酷了！我们走。哦，我差点忘了，要让鲤鱼不出现，我们必须要念迪西伊的咒语。猛贼看，猛贼看 ，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。跟我说一次。猛恐怕伊的猛贼图了猛看，猛贼图了猛贼看，猛贼看，那么猛贼看。哇，咒语果然好用哎！